Hello， 大家好，多人多皮斯拉妹，我呢家咧就喺萬錦嘅旺角廣場嗰度，後邊就係強記雞粥。今日去食雞好啊，定係食粥好咧？定係食雞粥咧？入去睇下咯，行啦。大家好，多人多肥師奶阿妹，嚟過好多次新旺角嘅強記雞粥啦，但係咧就未試過佢哋嘅粥。雞啊，梗係試過啦，今次一齊啦，又有粥又有雞，分開嚟。另外佢哋拿手嘅其他出品，好啦，大家飲杯先。哇，呢一杯就唔係上次嘅雪糕紅豆冰啦，加咗啲嘢。是雪糕紅豆涼粉的，大家飲杯。哇，好吸引啊！哇，絕對有涼粉啊，有啲涼粉跳喺度，佢係整得幾幼下嘅，有一啲，仲有雪糕。同大家介紹下我面前有啲咩先啦。呢個就係星期一特有嘅，日日都有嘅，其實只不過星期一咧，佢哋做特價。5.95元嘅瑶柱咸猪骨芥菜粥，另外呢一个咧就日日都有啊，不过星期二会做特价啫。揭开嚟睇下先，强记嘅走地鸡煲饭，另外呢个前面嘅就好出名噶啦，蜂巢豆腐，唔系成日有啊，卖完就即止啊，睇个样咧就好似臭豆腐，但系就冇臭味嘅，所以好出名。呢、这、一个炸水饺，这个、呢一个咧。就係、是、炸醬撈麵啦，咁以前喺香港成日食嘅啦。另外呢一啲咧，就係佢哋嘅師傅呢度嘅強記雞粥嘅師傅出嘅楊一哥，用佢嘅名字出嘅辣椒油，大家可以喺台面上咧可以試一下噶。咁好多人試過之後啦，咁就會買走啦，特別係遊客。好啦，咁我哋開始啦，試下面前嘅出品先。睇都睇到好豐富，因為啲瑤柱碎咧喺曬上邊，仲有啲葱粒。再睇下入邊有啲咩喎？入邊仲有啲芥菜，仲有皮蛋添喎。除咗瑤柱、芥菜，仲有啲嚿豬骨，幾大嚿喎！啊，撈勻啲瑤柱碎先。另外你睇下個粥都幾融下噶。直情有溶岩的感覺啊！個濃度咧啱啱好啊，不過芥菜同埋皮蛋，仲有瑤柱，有啲豬骨肉，好有味喎，鹹鹹地，
哇，真係好食，加埋啲葱粒啦，同埋瑤柱啊，同埋嗰啲胡椒同埋個鹹豬骨啊，係好野味啊！仲有啲鹹鮮嘅感覺，有間中有少少皮蛋添，一定下火啊！呢、這個粥啊，唔止下午茶，全日都有供應嘅嚇。佢係夜晚嚟食夜粥都得。咁芥菜好淋啊，但係佢又係綠色嘅喎，佢冇煲到黃色噶，仲有啲菜汁喺度噶，有甘甘地、苦苦地嘅味道咯。但係撈埋啲粥就好食喎，強記雞粥嘅粥。真的很出色的，我在这里用的呢是大芥菜头，因为有芥菜本身的味道，不是甜的菜，有一点甘甘地苦苦地的味道。炸水饺，不是炸云吞，开过来看看怎么样，只只好像个元宝那样，这样的，开来看看跟云吞有什么不同。看到入面有蝦啦、木耳絲同埋瘦肉，幾足料，一定係咁嘅。我就咁食一隻睇下先，見到都係知道好脆嘅雲吞皮啊！但係唔係炸雲吞，係炸水餃，睇下個味道係點先。脆哦，炸到好鬆化，入面就軟淋淋咁樣咯，有啲彈性喺度。我食曬啲雲吞皮先，太好食啦！唔係，成隻咧係彈牙噶，因為佢嗰啲豬肉咧，我諗佢攪完之後咧，再加啲蝦膠咧，係彈下彈下咁咯。木耳絲又爽口喎，好有唔同層次嘅口感，仲好似有少少筍絲咁嘅感覺。唔知有冇咧，但係有一啲係脆脆地咁啊，炸嘅比湯嘅好食，因為汁都唔係太結啊，輕輕地咁樣咯。好快會食曬一隻咯，食到收尾至諗起加汁啊！嗯，加埋啲汁都好食噶，即係甜甜酸酸咁樣咯，好輕微嘅辣，少少嘅辣，又有甜又有酸，再加埋個炸水餃、炸醬撈麵、飲啖湯、跟湯啊！呢度上面有啲葱花，幾清嘅湯，試下先。咸咸地，有少少大地魚嘅味，同埋有啲雞湯味，雲吞湯咯，好似鹹咗少少。不過要嚟撈面咧，咁就好啦。上面就有啲菜啦，同埋有豬肉絲，又睇到有肥有瘦啊。咁下面就有啲銀絲幼面啦，可以撈湯食面，跟住再撈勻佢。個顏色好靚啊，橙橙紅紅咁樣，加埋少少綠色嘅。葱花和菜，是完全没有碱水味，有炸酱味，炸酱味就酸酸甜甜的，还有少少辣，又吃一些肉丝。個肉絲如果係瘦嗰啲咧，係硬硬地噶；肥嗰啲咧就腍噶。我都係中意食肥嗰啲。個面質就係幼同埋彈咯，係又係好開胃。個菜心冇味啊，撈埋嗰啲汁咧就啱啱好。啊，炸醬都係不適宜太多，少少就夠味啊。見到個煲蓋啊，就知道大家唔好亂掂啊。同埋呢個好熱噶，係好重手啊。啊，飯靚到啊，雞油啊，黃油雞飯、走地雞咁嘅，大概四分一隻到啦。剖開咧，好香嘅芋頭味啊，入邊係有啲芋頭粒噶，有啲蛋絲喺度，仲有啲少少嘅飯焦，唔係成餅咁樣噶。呢個係純粹個煲嘅熱力咧，將啲飯咧烘噶，所以有啲飯焦喺度，但係佢又唔黐底喎，好精彩喎。今日嘅煲咧。是雞髀嚟嘅，有時係唔同嘅部分啦，有陣時係雞翼嗰部分。今日我個煲咧就係雞煲、雞髀煲。那走地雞飯咧係跟薑蓉嘅，個蛋煙煙韌韌咁樣啦。啲飯頭先睇就睇到啦，粒粒分明咁樣係好靚。
有啲飯焦喎，咬下咬下有啲煙韌感喺度，睇下個芋頭先，芋蓉咁樣咯，啲飯係有少少嘅味喺度嘅，用雞湯煲嘅飯，黃油走地雞，啊走地雞係醃過嘅，鹹鹹地咁樣咯。薑蓉咧，如果落咧，個飯會更加好咯。佢呢個飯咧，我直情叫佢做功夫飯，因為將啲雞湯煲咗飯，跟住再炒，跟住再落個煲仔嗰度再焗下佢，好多功夫，跟住再加雞，係好精彩嘅飯，係楊師傅嘅招牌飯。呢一個咧就係強記好出名嘅蜂巢脆豆腐。唔臭嘅，個樣咧就好似臭豆腐，但係咧就冇臭豆腐嗰種味咯。見到就好吸引咯，一大碟咁樣係滿足咗食炸豆腐嘅慾望。哇！一碟係一個人食唔曬嘅，一定要同屋企人嚟分享啊！一剪落去感覺咧，入邊係好軟腍噶。啊！入邊仲有啲啲嘅汁喺度噶，豆腐汁見到係好嫩啊，我感覺好嫩啊，出邊係炸得好薄嘅個粉漿，佢近邊咧出邊個位咧係有少少蜂巢咁樣噶，係炸成咁樣啊，入邊咧係冇噶，入邊係好嫩噶，彈噶喎。哇！好脆，出邊。入面是熱的，很嫩啊，中間的豆腐出面是有少少鹹鹹地咁樣咯，啲脆粉是有味的，少少鹹咁樣，不過豆腐就冇味啊，加埋咧就啱啱好，好鬆脆啊出面啊食呢一個真的要小心啊嚇，熱食是很大鑊的好味，真的有食臭豆腐的感覺，但就冇臭啊。佢一樣係跟啲甜醬同埋辣醬嘅，仲可以加辣椒油，加啲甜醬睇下先。我鍾意加甜醬嘅，搽勻佢先，再試下呢啲辣椒醬睇下咩味道。哇，鹹嘅，又鹹又辣，都係食甜醬好啊，甜啲好。好食喎，加甜醬。加啲楊師傅嘅辣椒油，你估會點咧？強記楊一哥嘅辣椒油，見到幾多料嚇？掃啲落去好喎，鹹鹹地，有啲鮮味，冇呢只辣椒醬咁辣，但係有啲後勁，好似會上腦咁嘅感覺。啊，不過好食，佢呢個辣椒油可以掃多啲。哇！撈豆腐好食喎，強記呢個蜂巢豆腐咧，唔係成日有啊，賣完就冇啊，所以咧落 order 嘅時候咧，可以問下佢有冇得做。最後要試嘅係強記熱奶茶，個顏色就幾靚啊！咁至係嘅嘛，夠香甜，夠滑，夠奶味。咁楊一哥嘅辣椒醬咧，我就試過啦。如果大家想試咧，不妨嚟試下啦。如果有興趣，可以買翻去。個價錢咧就係10-16元不等。咁我就會將所有嘅資料擠曬描述欄裏邊啦。大家有興趣嘅朋友，不妨打開嚟睇下，順便訂閱肥師奶一味嘅頻道，點讚留言，撳下個叮噹仔，同埋分享俾大家。好啦，下次見。拜拜。